车，而他们用最现代的元素把老212重现，我去，这就赛博212啊，同志们，这是个什么车呢？这是奇瑞 iCar 的 V23，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一个电动赛博版的212。大家看212经典的元素，圆灯，这条形中网，但是它没有做中间那一条，然后分体式的机盖，机盖上面开的这个口。包括侧面的一个小灯啊，在212叶子板上也有，包括前部开放式的，但是咱们现在法规要求你保险杠不可能做成一铁条是吧，所以做成这样，但是轮子依然是开放式的，简直是把老212的经典元素用现代的手法重现在一辆电动车上，重现的相当完美。这个车其实它还有个背景啊，它其实并不是奇瑞 iCar 创造的，它是小米下面的智米创业团队创造的，也就是说它跟苏七其实是兄弟啊，这是苏七的一个小兄弟，有点意思是吧？这车的长度有4220，跟老212也差不多啊，轴距有2.73米，所以轴距还是非常长的，前轮子到了最前面，这显得特别硬核啊。大家知道那最硬核的越野车都是接近角特别大，轮子特别靠前是吧？然后后轮子到了最后面，整个侧面设计其实看起来更有点像卫士的感觉，就很光滑平整。这门把手有点意思啊，它是往上掀的，大家看，掀起来开门，既不是那种伸出来电动的啊，也不是把手伸进去的，人家是掀起来的，一个全新的方式。咱们这辆第三块窗没有，是一盲窗的，我觉得看着特别硬核，特别有设计感。但是我看图纸上好像还有能开窗的啊，这盲窗的也特别像那212那布棚子是吧？车尾的风格就比较现代啊，非常的平整，带一个小书包，但这显然不是备胎，这里面有个灯。有个摄像头，估计后面还会有什么功能啊，目前我们还不知道。保险杠做的也挺硬核的，脚上应该是雷达啊，这是尾灯。总体来讲，这车的设计完成度我觉得还是非常高的，有212的神韵，又有现代的比较简洁平整的比较赛博的这种风格，是一个相当好的设计作品。咱们进屋看看啊，车还是相当高的，这车有1.87米，哦，这车门太像大 G 了，立着的玻璃啊，特别有那种大 G 的感觉，能看见机盖。这是一个大屏啊，现在惯用的手法，留了一些空调的实体按钮啊，金属感很强。这个特别像那个2020啊，后来有这么一块带空调的那种。目前还是个样车状态啊，我们没有办法体验里边的功能。哇，这顶上这做的也还可以哎，车内灯的开关，包括这儿有一个 SOS 这个求助按钮，这还有个小金属的，就特别像科幻片里的感觉是吧，流浪地球那种感觉。这底下是一大通铺哎，这有点意思，特别像老车的感觉。中间有一个小岛台啊，能放3个饮料，上面是能放手机的，能无线充电啊，这是现代车对吧，最重要的一个配置啊。这里面能放点东西啊，充电口都在这里边，有点意思啊。整体来讲我觉得是现代的时尚的啊，电车的这套东西加上比较复古比较硬派的东西融合到一起，咱们到后边来看一看啊。哎，别说这4.2米的小车后边还真不小，毕竟轴距2.7米呢，而且座椅特高，因为这车有充足的车内高度空间啊，即使下面放了电池也没关系，看两拳多的空间，哎，有点感觉哎，特别像坐大 G 还挺高级的。来打开后备箱看看啊，哎，这4.2米的小车后排空间还这么大，后备箱确实也就没多少了，就这么一点，要说放东西也能放一点，但是里边还挺有意思的。你看这还做了一个这种金属的网格啊，能挂点东西啊，硬派越野车一般都会有这东西是吧，盲窗里边东西没浪费，然后这门板里头得到充分的利用啊。大家看小书包里边其实是一个空间啊，你能放点东西，这儿也能放东西，这块应该是原车的那个安全牌什么的东西。这就是今天带大家一起探秘的奇瑞 iCar V23。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车啊，之前
前所未闻，真的太漂亮了，这简直是复古车的一个完美典范。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，复古车是带有老车的精髓，但并不是老车。你看它用全新的元素，没有半点东西跟212一样，但是把那个神韵做出来了，真的太棒了。作为一个纯电车呢，这车有400到500公里的续航里程啊，将会搭载宁德时代的电池，8155的芯片，L2辅助驾驶，该有的全有。您觉得多少钱您会买？